昨日吃了麦吉米，今天又吃白萝卜，顽皮的日子里没出去，走进别人的屋子里，骂他看到就骂的，想了一想还是在家里。希望大家要争气，不要往外跑出去，新冠病毒它没人气，一旦患上很难医，只有靠自己运气，在家加嘎背背进出鼻，在家做什么东西，想了爱美不低，在家跑三圈又回到厨房吃着白萝卜，想来想去啊真不容易，看着钱包哭泣，小孩又闹脾气，还是乖乖睡觉去。